睡眠对人来讲是养生的基本要素，透过睡眠体力得以恢复，同时可以帮助纾解生活压力，增强抵抗力。深切又含畅的优质睡眠可确保我们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，恢复体力。相反，长期处于不良的睡眠状态，对健康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之外，精神上也会带来不少的困扰。睡眠的多寡应该重质而不重量，睡得好比睡得多更加重要。但在成晚的睡眠时段中，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处于深度睡眠呢？睡眠可以简单分为浅睡和深度睡眠两个阶段。在浅睡期，身体虽然处于休息状况，但是生理和精神仍然会处于运动的状态，身体未能完全得到休息。只有深度睡眠，生理和精神才会得到全面的放松，体力才可以彻底得到补充和恢复。均匀的饮食、积极的人生和减轻生活压力，都会帮助我们每晚拥有深甜优质的睡眠。人是感情的动物，所以日常生活难以避免有情绪的波动。情绪的变化表面看来只是人的喜怒哀乐，其实情绪的变化会令我们身体产生大量的静电，加上日常生活身体与各种东西的摩擦，就会积聚了大量的静电。静电积聚到一定的数量，就会造成生理和心理负担，例如焦虑不安、精神紧张、肌肉酸痛，直接妨碍了我们从浅睡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。所以消除体内累积过多的静电，除了可以纾解压力，也是帮助我们每晚得到优质睡眠的先决条件。根据英国睡眠专家伊斯科斯基教授的研究，利用超细碳纤线设计的床褥会有效地散发人体内的静电。碳纤维有吸收静电的特性，它会将体内的静电吸收之后释放到空气中，减低体内累积的静电，消除我们不安的情绪以及压力，令睡眠变得更加深切舒适。当然揀床褥还有其他重点我们要注意的，好像天然乳胶床褥，它有良好的空气疏通效果，均匀的承托力，对睡眠也有一定的好处的。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，所以谨慎挑选一个比伴侣更加贴身的伴侣实在是有所必要的。甜睡人人都想拥有，但是你的睡眠是否甜蜜完美呢？就要靠你自己的聪明抉择了。Get Intense 床褥，全马唯一防静电减压的床褥。